约不到震波的。三到五级一般为小地震，这种地震会有一定的震感，可能家中的家具会有轻微的摇晃，但是整个摇晃的幅度都是非常轻微的，基本不会造成什么财产损失。四到六级就是中强地震了，这个时候震感就非常明显了，房屋有大幅度的摇摆，但是不存在倒塌的现象。到了七到八级就属于大地震了，这个时候人连站都站不稳，房屋会直接倒塌，信号也会受到影响。到了九级以上的地震就是特大灾害了。如果真的遇到了十五级以上的地震，地球会不会就此毁灭呢？人类到底还有没有幸存的可能呢？我们可以做一个能量的等量代换，一个十五级地震释放出来的能量，从理论上来讲可以高达3.4亿亿吨 TNT。简单来说，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三颗原子弹爆炸所释放的能量。而对于地球来讲，地球本身是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结合能力的。十五级的地震产生的能量是地震结合能的3%。虽然说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很小，并不能完全摧毁整个世界，但是完全能够让地球被炸得四分五裂、体无完肤了。而且由特大级地震引发的其他连带灾害还具有不确定性，可能到了数千年之后，地球都不能够完全的恢复，整个生态圈会遭到严重的破坏。虽然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9.5级以上的地震灾害，但是我们并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必须不断的建设和完善地震监测系统，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在地震科学的研究之中。只有这样，在面对地震的时候，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相信在之后，就算15级特大地震发生了，我们也不会束手无策，会积极采取措施，想出解决的办法的。